以及新界東地名大埔中隊指揮温裕文先生。 會操檢閱官進場，請所有來賓起立。 请各位嘉宾就座。 Thank you.
團團旗現在衝過演員台，請各位嘉賓起立。
現在我們恭請會操典員官李家超局長為我們致勉禮詞。劉漢儀總監、許偉光總參事、各位醫療輔助隊的長官、各位隊員、各位嘉賓、各位家長、各位醫療輔助隊少年團的團員，今天很高興我可以出席你們的周年會操。剛才檢閱了你們穿著整齊制服，亦都看過你們精神抖抖地操過檢疫台，我心裏面感到很興奮，亦都感到很高興。因為少年團在七年之前成立之後，它的發展是得到大家的支持，亦都發展得相當好。由開頭的只有120個人，一路演變到現在有2000個團員，成績是相當之好的。少年團的宗旨是培育12至17歲的青少年，是透過給他們一些醫療、醫護的培訓和知識之餘，是培育他們成為我們社會的有用的新橋梁、收骨幹分子。在少年團的訓練裡面，除了學到一些急救、家庭護理以及一些反濫藥的一些知識之外，亦都通過不同的活動，包括是請溺、又或者是戶外的自救，以及一些團體性的獨木舟活動，從而建立你們的團隊精神，培育你們的紀律意識。我們希望通過這個這樣的計劃、這樣的活動，令到大家可以係茁壯咁成長，除咗係培育到你哋嘅性格，培育到你嘅團隊精神，灌輸紀律意識俾你哋之外，從而咧亦都俾一個機會你哋去發掘自己喺邊方面嘅興趣，亦都係發掘領導嘅人才。喺整個少年團的訓練以及活動裏面，你們會參與不同的活動，從而提供一些義務的服務和義務的工作。在這裡我非常感謝家長對於少年團的支持，因為少年團的活動比起其他的活動可能有些特色，其他活動比不到的。最主要它是訓練了一些專業的醫護知識，讓他們少年團的團員除了是自己有用之外，亦都是服務社會。再者，經過這個活動，我覺得亦都培育了青少年團隊以及紀律的意識。為什麼這麼重要呢？令我想起近來社會上面很多時都有很多衝突或者矛盾，我們非常說我們自己有什麼權利，但是往往我們忽略了自己的責任和義務。少年團正正就是多元化全面地去灌輸正確的價值觀。我記得馬道立首席法官曾經在一個公開的大學儀式裏面說，法治精神是代表我們尊重個人權利之餘，更加是尊重他人的權利。責任和義務我們說得少，我亦都希望透過少年團的活動，讓大家知道責任和義務的重要。責任就是當社會有些規矩、法律上面有些要求，
我哋有責任去守法守規矩。但更加重要的，很多時忽略嘅係義務嘅重要性。義務就是當縱然法律冇講到好清楚，規矩冇講到好清楚，但係我哋唔希望永遠社會就只用法律、只用規矩去管每一個人嘅行為，咁樣我哋嘅自由度就減少。所以我哋希望從唔需要考慮法律嘅情況之下，令到社會大家可以和諧共處、互相尊重，呢個就係義務嘅精神。義務話除咗你有責任守法之外，當法律或者規矩唔講，你都有個義務去為他人着想，就好似馬布洛法官講：你尊重他人嘅權利，你尊重他人佢應有嘅保障。簡單個例子，當你要去聽你自己手機裏面播嘅音樂，當然你有權利去聽，但喺聽之餘，你亦都考慮一下，如果你嘅音量係騷擾到其他人。特別是一些靜的環境，圖書館也好，或者那個時間已經是很晚，法律上面可能有些限制，但就算法律上你的限制沒有違反，但你要想想，當同樣的事發生在身上的時候，你希望是怎樣呢？又或者當你同人去傾談這些事的時候，你的態度應該是怎樣呢？總之，這個就是我所說的義務。義務就是你要尊重他人，就等於你希望他人尊重你的程度一樣。我希望通過少年團的教育，令到你明白團隊精神，往往你就是要顧及你團隊裡面的他人，他的權利、他的義務和他的利益，你也尊重他作為他一個人，就等於你希望其他人尊重你的一樣。這個就是團隊精神，這個也是紀律。紀律就要求你見到長官要敬禮，也要morning sir， 這些是基本的禮儀。這些不是我們所說的權利，權利是在法律上面所說的一些事情，但是如果每天我們只說法律上面要求我們做的事，忘記其他我們的義務、責任和對人的尊重，我們不會生活得好。所以我希望大家經過少年團的培訓，更加體會到團隊精神、互相尊重、互相去支持的重要性。咁我喺結尾嘅時候咧，希望鼓勵大家秉承少年團嘅精神，勤學習，愛服務。多謝各位。多謝李局長嘅支持同埋對少年團嘅鼓勵。現在請李局長為我哋頒發李旭倫盾，以表揚今日會操典禮中表現最優秀嘅隊伍。有請李局長為我們頒獎。獲頒李旭倫盾的隊伍是新界東地域沙田中隊，請沙田中隊派代表上前領獎。多謝李局長為我們頒獎。恭喜曬今日嘅獎品隊伍。
各位嘉賓起立。少年團團旗即將操過表月台，請各位嘉賓起立。今日月操指揮為香港地域東區總隊指揮陳彭偉先生，月操副指揮為九龍地域深水埗中隊月小隊指揮曾小敏女士。是九龙地域观塘中队甲队，由分队队长郭锦昌先生带领。然后是观塘中队乙队，由分队队长陈德健先生带领。由尖旺中队，由分队队长陈子浩先生带领。黄大仙中队由分队队长梁俊乐先生带领。水埗中队由分队队长梁俊业先生带领。继续操过检阅台的是新界东地域大埔中队，由分队队长曾尚志先生带领。今日表演優秀獲獎隊伍沙田中隊，由分隊隊長劉思琪女士帶領。由小隊隊長黃玉瑜女士帶領。
中西區中隊由中隊隊長周兆發先生帶領。東區中隊及離島中隊由分隊隊長黃正峰先生帶領。最後是醫療輔助隊樂隊，由音樂總指揮陳錦華先生帶領。現在醫療輔助隊樂隊將會為大家表演，請大家細心欣賞。
多謝醫療輔助隊樂隊的精彩表演，接著是少年團小鼓隊的表演，請大家細心欣賞並給予更多的鼓勵。
聰明。喂，我真係冇話。小鼓隊精彩又活潑嘅表演，希望你哋繼續努力。各位睇完表演之後，最後就會係我哋大合照嘅時間。
加不及高級長官請稍後片刻。首先係請少年團各級長官、導師、團員先嚟到觀眾台前集合。